大家好，今天董哥分享黄金油豆角的制作。准备一些黄金油豆角，准备点五花肉片，有红烧肉就最好了。先把油豆角过一下油，捞出控油备用。热锅放一点豆油，油热下切好的五花肉煸出油汁，然后下入葱、姜、八角，一点干辣椒，不吃辣可以不放。来一点蚝油，一点酱油，再来一点料酒，来一小勺清水，味精、鸡粉、胡椒粉、白糖调口，放入一点鸭锅酱，没有可以不放。如果放红烧肉，跳过炒五花肉。我今天用高压锅做鸭锅油豆角，把调好味的油豆角放进高压锅里，压制一分钟。愿意吃软糯的压三分钟，另起锅大火收汁，看成品的效果。油豆角这样做你可以试一下，在家做没有鸭锅酱可以用黄豆酱代替。美食制作完成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